哎，孙导，你这两天干嘛去了？打你电话也不接。啊，我出了趟远门，刚回来。那我这边活你还干不干了？干了，什么时候？你这样，你现在就赶紧来现场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 可以吗，导演？可以，我们就准备片干了。这演员谁找的？怎么了？帮我把叫过来，快点。哦，好。导演，人给你带来了。导演好。楚天舒，是我。釜山电影节最佳男主角。是。恭喜你。哎，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。你是怎么回事啊？ 这种影帝界的人物怎么能来我们这种戏演一个小特约呢？这事我压根就不知道。如果我要跳，行了，你赶紧给我安排一个替身，替他跳下来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哎，不，导演，等一会儿还是我来跳吧。不，我要保证你的安全，对演员负责任。导演，作为一名演员，我要对我的角色负责任。 各部门准备，来，我们准备下个镜头啊！哎，小楚，小楚，哦，我应该叫你楚哥。哎呦，你可别这么说，说你这么大的事，你都不告诉我，害得我刚才那么难堪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主要我觉得这真没什么可说的。行了行了，老规矩，这个你拿好了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哎。 行，来，准备了啊！来，都准备来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啊，幸运符。幸运符？怎么这么像红包啊？你看，我第一次啊领到这只小羊的时候，我在片场已经碰到你了。 好了，导演。好了，准备，再见。准备，再见。来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跳。
他们一个个跟霜打了似的，怎么了？你都不知道，你走以后在一起网发生了多少事？我大概听说了一些。顾总呢？我是来找他的。顾总辞职了。辞职了？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董事会的那些人把顾总给逼走了。顾总为了在一起网。 都倾家荡产了，要他们帮忙，他们谁也不愿意。他们解除了顾总的权利，这不摆明了逼他辞职吗？那些董事呢？董事会的那些人还能干什么？天天的就知道开会。好，你去告诉他们，就说我孙小欧回来了。 幸运符让你见到我的，所以今天也是他把我带到你这儿来找你的。那他把你带到这儿是想干什么呢？他告诉我要勇敢一点，天叔。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 孙总监，我们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。为什么逼顾朝阳辞职？孙总监，这说话不太方便，要不到会议室去。有什么不方便？这些人都是公司的员工，他们不能听吗？对，有什么事儿我们当面说清楚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孙总监。 你可是我们的王牌制作人呢，只要有你在，在一起网就有希望。对不起啊，我回来是找顾朝阳的，我对这些不感兴趣。孙总监，朝阳的事儿能不能回头再说？对对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在一起网需要重振旗鼓，需要有人出来主持大局。我们都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 对，最合适的。你们以为顾朝阳谁都可以取代吗？我告诉你们，顾朝阳和在一起网就是父子，没有顾朝阳，你们谈什么重振旗鼓啊？孙小姐，说句心里话，在顾董这件事上，我到现在也都很后悔。当初。
眼睁睁地看着他孤军奋战，我们不仅不施以援手，还逼着顾董离开，我们这些人不厚道，但是事已至此，还请孙小姐给我们一个悔过的机会。你也说了，顾朝阳和在一起网那就是父子，你回来那就是帮了顾朝阳的忙。对对对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你有什么条件，我们董事会一定全部答应。是。好，我可以回来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有条件好啊，你只管提，只管提。顾朝阳要是不回来，我绝对不会回来。对，顾总不回来，我们也都不干了，是不是？都不干了。好，我同意，把顾总请回来。我这就给他打电话。没用了，他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没有电话找资源呢，把能找到的人都发动起来，一定要把顾总找到。已经为您改签到今晚10点，稍后将有短信发送到手机上，请注意查收。好，谢谢。想你了，来看看你啊。顾爸爸来看我，还不等我放学，一定是有什么急事来找我帮忙吧。顾爸爸不是来找你帮忙的，也不是带你出去玩的，顾爸爸是来跟你告别的。告别？顾爸爸，琪琪啊，顾爸爸不想骗你，所以呢，你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拉钩。拉钩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这边就是小胖猪。我今天就要走了。走。顾爸爸，你要去冒险吗？是。可以说是去冒险。第一站是北京，后面还会有第二站、第三站，也有可能是最后一站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离开这里。为什么？你还没有跟欧妈妈和好吗？我努力过，可是没有结果。不懂。不懂，才是你最快乐的时刻。等你懂了，你就会很辛苦。顾爸爸。真的一点不留恋吗？这座城市让我得到一切，也让我失去了一切，是时候离开了。我有时候也想去其他地方看看。说到死人的话，也许换一个地方，这一切又都回来了。跟你说这些干嘛？有很多事情你都不懂的。
去做包谷爸爸。我可不带你走，你是个小尾巴。谷爸爸，那你也不许走，你上次答应过我去迪士尼的。放心吧，小星星，谷爸爸记着呢，一定不会忘记的。我还能不能再看到你？星星啊，谷爸爸只要有空啊，就一定会来看你。顾爸爸真的该走了，记住了，不能把我走的消息告诉任何人。你要乖一点，好吗？要听妈妈的话。嗯，走了。回来看你的好吗？顾爸爸会回来看你的，你在家里要乖好吗？天叔，嗯，我祝贺你。祝贺我？对啊，你不但在电影节上拿了奖，回来还接到了片约，再也不是匪兵乙路人甲了。嗯，那我也祝贺你啊。祝贺我什么呀？导演不是说了吗？我们俩在片场那一幕比电视剧看起来都过瘾，这就说明你的演技啊比我好。讨厌，我那个是演戏吗？我那个是真情流露。哦哦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我什么态度了？喂，小欧，那你别着急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好好好，我马上去办啊。小欧，怎么了？顾朝阳不见了，所有的人都在找他。顾朝阳不见了？那找你干什么呀？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乱吃醋？不是，我这不是逗你的吗？那小欧让我们干什么呀？他说他去找苏一晨和赵自健，让我们找田阿姨和老黄叔，找到之后再在一起好集合。这都什么意思呀？这是？哎，不管了，我们先去再说。
走了，快点儿。你找谁？顾朝阳有没有来过这儿？没有。苏一晨在吗？请进吧。小星星，怎么了？静妈妈，你一定要找到顾爸爸。静妈妈答应你，一定找到顾爸爸、欧妈妈，好不好？先生，你好几位？三位。好的。你们这是？他们都是我叫来的，找顾朝阳的。没用，该找的地方都找了，该问的人也都问了。不，一定还有人没问过。谁啊？在一起网的粉丝，千千万万的观众，还有所有看过我们节目的人。可我们怎么问呢？做一档节目，用最快的速度，现场直播，发动粉丝跟我们一起找。有用吗？一定能行。我和静怡就是通过这档节目才拥有彼此的。我们也是，我们也是。对，我们也是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往前一步是幸福，已经不是一句口号了。好，我们董事会全票通过，立刻录制寻找顾朝阳的特别节目，现场直播。谢谢，谢谢各位。最后一期节目，大家好，我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，也是这个节目的女嘉宾孙小欧。首先，我仅代表嘉义企网，为之前信息泄密事件向所有的会员还有观众说声道歉。我们已经及时的升级了我们所有的系统，在今后为大家服务的过程中，我们一定会加倍的防范，为你们营造真正的个人空间。我知道，说再多的道歉也弥补不了我们的过失，所以
我们只有尽量的做好我们的节目，来回报大家。本季最后一期节目的主题是寻找顾朝阳。大家还记得我吗？以前在这个舞台上，我是土豪楚天舒。但其实我并不是什么土豪，我的真实身份是一名演员。在这个节目当中，我有过哭，有过笑，也品尝过酸甜苦辣。到头来，我还挺感谢自己的这一段经历，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最爱。我们已经找到属于彼此的幸福。顾朝阳，你在哪儿？我们等你回来。幸福的一家子，感谢在一起网，让我们彼此牵手。儿子，你在哪里？朝阳，你快回来吧，我们在这儿等你，看你去牵手属于你的那一份幸福。行，别着急，现在节目才刚刚开始。手术结束后，四健的眼睛恢复了正常，他顺利的画廊签了约，还在纽约、巴黎获得了许多国际绘画大奖。我们现在很幸运。我想说，我们之所以拥有这一切，都是源于这个栏目，源于顾朝阳先生的帮助。我们期待你回来。可以看见，我希望你能看这一期的节目。作为这个节目最后一位女嘉宾，我的结局由你来写。我们在一起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，有很多痛苦的经历。你受伤的时候，我陪在你身边；我工作的时候，你会默默地关心我。我们两个一起经历了在一起网的辉煌，所以现在我希望你能够回来，我们一起渡过难关。在这个节目里，我曾经对很多嘉宾说过，往前一步是幸福。所以现在我决定，我要向前一步。所以我从幕后走到了台前，我们一样的倔强、骄傲。
坚强。曾经彼此伤害，离开对方，可是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我内心的声音都在告诉我，我爱你，所以我回来了。顾朝阳，无论你现在身在何处，正处于何种境遇，我希望你能看到我的脸，听到我的声音。你不要忘了，你还欠我一个赌约。无论你逃到哪，我这一辈子都会在寻找你的路上。是不是节目组要寻找的顾朝阳？小家伙，自己说。顾妈妈，顾爸爸说，今天晚上顾爸爸要坐飞机去北京。小星星，你早就知道啊，为什么不说呢？我已经跟顾爸爸拉过钩了，所以我替顾爸爸保守秘密。可是我靠妈妈又太伤心了，我还是想告诉他。我知道了啊，小宋，帮我查查今天晚上去北京都有哪些航班。好的。喂，你好。真的吗？好的好的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孙总监，有消息了，热心观众打来电话说在海边餐厅发现了顾总。真的假的？叔叔阿姨，他在海边，我去把他找回来。哎，太好了！你们在这里等我吧。快去吧，我陪你去。对，我们一起去。我们也想去。那等什么呀？快走！走！小欧，记住你说的话，往前一步是幸福。加油！加油！Thank you.
要逃到哪儿去啊？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间有个赌约？记得，我当然记得。他说他还记得。怎么样，服不服？服了，真爱赢了，我输了。这份合同是在一起网的 CEO 顾朝阳给你的，可眼下的顾朝阳一无所有，所以这份契约我给不了。现在我不是一无所有，因为我有了你。顾朝阳，你想得美！我找你找得这么辛苦，你一个人跑到这儿来，吹着海风，听着海浪声，什么都搞定了。你要是嫌简单，我现在就向你求婚。我未必会答应啊。你婚纱都穿来了，不会不答应的。我穿着婚纱也不一定是嫁给你啊。小欧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？顾朝阳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要你从今天开始以顾朝阳重新追我薛小欧。往前一步是幸福，快追啊！
曾怀疑预留还休，有宇宙时过境迁，似水流年，执迷不悟。